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许正恩，个个都叫我 Melody 噶，因为由幼稚园嗰阵已经好中意 Melody， 所以就帮自己改咗呢个英文名啦。虽然自己识得揸车，但好多时都中意用交通工具代步噶。平时翻学咧就会搭地铁，咁就可以直达红磡啦。平时就会搭巴士代步多。不过讲到最中意嘅交通工具咧，我就最中意的士啦。佢同其他交通工具好唔同噶，每架装饰都好特别，好似每架都代表紧唔同嘅司机性格咁。有啲司机就系简单朴素型，佢哋都唔会揸得好快。有啲司机就系忙到甩碌型，佢哋好多电话黐喺个窗度，都唔知佢哋睇唔睇到路面情况嘅。如果系我设计嘅话，架的士一定会系我最中意嘅粉红色，仲会有好多 melody 添。仲有啊，我觉得自己嘅作风好似的士噶。我觉得人嘅付出就系跳标制，可能要花好多时间，甚至要开夜车。但我相信付出就有收获。同埋，如果见到不满嘅嘢，我会拒载噶。千祈咪俾我见到 free rider。不过有样嘢我好想做到的士咁噶，无需要有特定嘅站口或者路线，可以按自己嘅想法带住 melody 号一直走，可能要兜好多路，但系唔系咁样点会系我？点会系特别嘅 melody 呢？